亮子，别捉那黑色的，捉那灰色的。妈，我就要捉那只黑色的，它是只坏母鸡，每次喂食的时候它都抢得最厉害，就要杀了它给孟铎吃。听话，儿子。哎呀，你快去给妈捉那只灰色的，它已经好久不下蛋了。不，妈，我就要捉那只黑色的坏母鸡。你快出来管管！我在找你父亲清明时从鹿门山带来的野茶呀，你知道在哪儿？等会儿孟兄来了，要笑话咱们农家了。小亮，你别追了，待会儿鸡把竹片弄干了。我们农家怎么了？孟大哥不是那种人，野茶在里屋床头的瓷瓶里，不是你自己收起来的吗？他们读书的人也奇怪，喝这些东西干什么呀？真是的。就要杀你！你这个坏东西，给孟伯伯吃，我也要吃你！过来！哎呀，孟兄来了，快请进呐！哎呀，去年一别已经是半年了，想你呀。我给你准备了你喜欢的东西，你猜猜是什么？我猜一定是茶叶，好茶，鹿门山的好茶叶。孟兄真是聪明啊，小弟准备的就是这个。小亮子，你为什么哭啊？啊？孟大哥，你歇着，别管这孩子，真不听话。我这就给你们做饭去。李成啊，他一早就去邻村打了酒回来，今天你们一定要好好喝喝。不要太麻烦了，只要简单一点，但是一定要有一样东西，就是弟妹的腌辣椒啊。有这个呀，要多少有多少。我要吃鸡，孟伯伯来就有鸡吃了，我就要吃那只坏母鸡。弟妹去忙，我和小亮子来说说，那只母鸡是不是一只坏母鸡啊？是啊，所以要吃它。小亮子真是一个仁义的人呐、啊。不过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坏母鸡，我们不吃它。孟伯伯，那是为什么呀？孟兄喝茶，路上一定辛苦了。真是好茶呀！就着这么好的茶，我和小亮子呀说说这个道理。小亮子，你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呐，有一天非常渴，看见一条小溪，他很高兴，就问身边的人，这条溪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可以好好解解渴吗？别人告诉他，先生啊，这溪水真的很甜呐、啊、我们管它叫稻泉。那位口渴的人连忙把手从水里取出来，站起身子就走了。那我就不喝了，名字不好啊，名字不好啊。小亮子，你知道吧，这只坏母鸡名声不好，我们也不能吃它呀。让他下蛋卖钱，给小亮子读书，懂得圣贤的道理，也算是做了好事，积了功德呀。不过孟伯伯，我还是想吃鸡。还是孟兄有办法呀、读书之理就是不一样啊。确实孩子也馋了，虽说是在盛世，我们农家也还是粗茶淡饭啊。小亮子，看紧点啊，别玩着玩着让兔子给跑了。知道了。没想到孟兄知道那么多农家的活计呀、今天说话说得高兴，来，我再敬孟兄一杯酒。来吧，李贤弟呀、今天我是喝多了，弟妹的辣椒真是余味三月不绝呀。我先吃一块辣椒。孟兄要是喜欢就装一些回去下酒。孟兄喝酒的故事可乡里人都知道啊。什么故事？听说孟兄本来是要和韩大人去京城的，哪知道孟兄故意和朋友喝酒喝得大醉，韩大人等不及了，就一个人去京城了。夸张了，读书人本来是应该出去做事报效国家的，不过现在是盛世，国富民安的，我这个读书人本事也不大，就不用去争什么功名什么业绩了，还是在老家逍遥的好啊。你看今天到贤弟家喝喝酒，说说这庄稼，说说这收成，不也是快活吗？那是那是，你看那些做官的每天都要穿戴整齐，说话做事都要陪着小心，那么拘谨恐怕孟兄也是做不来的。我前不久想去鹿门山见一个老隐士，他的小徒儿说去深山里采药去了，没有看着，人家才是真正的隐居世外啊。
你看那菊花长得真好啊，等到重阳时孟兄再到小弟这儿来做客，准备点螃蟹，我们好好的喝他一顿，有吃有喝知足。邀我至田家，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。开轩面场圃，把酒话桑麻。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。